一日饭局。Hello， 欢迎收看今天的一日饭局。今天呢，要带大家来吃烧肉喽 ，Go！我公妈姐的定位。好的，那我帮你核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Hello， 欢迎收看今天的一日饭局。今天的大来宾呢，就是我们冷笑话小王子孙清月。我要打招呼吗？对，你要打招呼。那个一日饭局的观众，大家好，然后谢谢小赖，谢谢一日饭局邀请我。好，你可以自然一点。好，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感谢我们的高妈吉跟我们今天的餐厅油花炭火烧肉。那今天的烧肉呢，非常的专业，有没有看到前面摆的各种不同的部位？但因为今天这家店呢比较高级一点点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桌上所有的肉，他都会先帮我们用专人烤好再送上来。所以呢，等一下就期待吃我们的料理喽。对，要不然等到什么时候？对，因为大家有问好奇，就是我跟清月到底怎么认识的？其实我们认识算非常久哎、欸，在那个发片的时候，大家知道以前是那个吗 ？Forever。对，大家知道，大家应该可能不知道，有可能不知道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知道。我从那个时候，因为当时呢，他是在那个阿妹老师那边，你们整团。你当时有没有觉得这个男的？怎么跳舞跳那么烂，还敢发片这样？没有，你们当时那一团好像都不会跳舞。没，因为当时他们在团练的时候，我刚好是当时那个阿妹老师的 dancer， 所以我有跟他们一起练过舞。对，但因为当你你是留长发对不对？对，我那时候头发很长。有，当时有人说啊，这人怎么留长发？不是，因为大家都说，因为我就觉得你短发一定是帅的。因为那个时候公司，我们老板那时候前老板就跟我讲说，我认为男团里面要有一个人负责留长发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他说，可是好像留长发只有你的脸型比较适合，然后就让我留，就留了很长。后来没接不到工作，根本接不到工作，就那个头发根本不可能接到工作，到这边呢要绑起来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一直很 confused 你这个人。像说，这人头发怎么长？没有，然后后来我就越剪越短。我有就慢慢的跟那个老板说，我要去修头发哦，然后就先修到这边，然后再过可能一两个月说，我要去修头发，然后就修到这边，越修慢慢越修越短，越修越短这样。那当时长发你自己是爱的吗？还是你是被迫留长？我不排斥，但是会有很多困扰，比如说我吃面的时候，常常就那个头发。就直接落到那个汤里，对，它很多困扰其实，而且然后不好整理，对，而且其实男生的长发并不是每个发型师都很会用，你有的时候会常常就是工作，然后找了一个新的发型师，然后他用完之后，我们团员就会悄悄过来跟我说，你这个怎么看？类似这样，留最长是留到胸口，就是可以到背部这边就绑起来了。就是、有这么长的时期吗？有啊，然后他后面还可以再做一些造型。没，因为当时我身边差不多到这里了。很多女生都是说，因为我们就一定会在旁边问说，你觉得这团谁最帅？然后我就会讲其中两个人，还讲两个人。然后我要猜吗？我要猜是谁吗？你可以猜啊，我应该表现得蛮明显的。应该是简宏林跟拿铁。还是简宏林跟迪恩，简宏林跟迪恩嘛，迪恩那是我的 number one， 对，简宏林跟迪恩，然后他们女生都选你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就说怎么可能，他留长发，怎么可能？我也不敢相信，怎么可能？因为我一直很 confuse 那个长，不知道，因为那阵子好像长发男生蛮流行的，是不是因为流星花园那阵子？是那个也太
没有来太久了吧？不是，因为 我自己很不喜欢长发，所以我当时对你很问号。可是因为当你最近我又在狼人杀遇到你说，哎、欸，是短发，短发，对，发现啊、嗯，好了，真的很帅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没有感受到啊，我那时候长留长发的时候也没有感受到我有很多女性喜欢。有吧？你的粉丝算女生偏多、啊。其实我们。哦，对，我女性的粉丝是比较多的、啊，但是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是后来去拍戏之后才比较有知名度。对，但之后那因为上次是男团嘛，那你之后还会想要发歌吗？走唱片这个路线？欸、有哎、欸，其实我最近才有跟朋友想要、自己写一些歌。写歌？对对对，有已经正在进行中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看到，希望是今年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所以你当时怎么会被找进男团？你说男团吗？对啊，这个要从最早以前开始讲起。你要听吗？听啊。有大家有想听吗？我们观众要听啊。OK， 我最早是当模特，然后当初被找是在网络上，那时候有那个什么。无名小镇相簿嘛，对，就有个公司就问说，你要不要来看看这样，然后我以为是诈骗，但是查了一下那个公司，哎、欸，好像是正当的。然后因为当时有很多那种让你去拍照，然后就收你钱，收一万五。对，然后我去拍照，他也没有收我钱啊，然后就会让我去试镜啊什么的，哎、欸，还是蛮正派的公司，而且我当时的确有试上一些广告啊，然后就当打工这样子，然后自己也有在做一份工作，然后有一次呢。就去试了，那时候《换换爱》就是一部偶像剧，然后女主角是杨丞琳，男主角是贺军翔跟王传一，我就试杨丞琳的弟弟，然后那时候也没有试过戏，就试了，然后导演说，哎、欸，还不错这样子，然后结果就真的上了，就运气超级好就上了，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慢慢接触到戏剧，然后就觉得。哎、欸，演戏真的蛮有趣的，然后上了表演课之后，才真心热爱了这个工作。啊，那时候后来就去当兵了。当完兵之后呢，就签到了，就是周子娱乐嘛，就是签公司。然后结果呢，因为周子娱乐的戏剧的线是比较强的。对。但结果没想到，我们老板那时候想要组一个男团。对。然后其实也没关系啊，就想说也是一个经验嘛。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因为我跟蒋敏也是本来就认识的朋友。啊。然后跟拿铁啊、铁人其实都出的蛮不错，然后就组了一个男团这样。哦，所以男团有点像是被迫，也没有被迫，其实大家也是。你们有说好说我们都想要出唱片吗？公司有问你们这样吗？他们有讲过，但我们就说、哦、我认为是一个，那是我一个人生的经验体验。那因为其实到我现在，我并不会觉得我不擅长跳舞。但是我认为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光非常的快乐，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然后唱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事情。那演戏跟唱歌，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一题。演戏跟唱歌，你喜欢哪一个，对不 对？其实我都喜欢，没有什么一定要做任何的选择。你没有当时踏入演艺圈，我只会说，如果现在让我讲演戏跟唱歌的话，我可能比较擅长演戏，但我不会不喜欢唱歌。啊，对，只能这样子。那你有当时进演艺圈就说啊，我一定要成为什么很有名的演员，还是很有名的歌手？哦，他那个时候很多公司都会问我们这句话。对啊。比如说我们目标是什么？对，就是什么？你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什么目标？啊、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啊、你要30岁之前、25岁之前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什么？当时我好像有讲了一句说，说我希望在30岁之前。可以演到男主角或是男二男配角，那后来也达成了，好就好险，对，就也达成了。恭喜恭喜！谢谢。好，你先吃，你先吃。啊，你吃。你怎么那么客套啊？我帮你夹，帮你夹。我吃了啦。你吃了吗？我夹，我在你放的时候默默吃了一颗。我看他这个人呢，从以前都是这么谦卑有礼貌。你私下跟很熟的朋友也是这样子吗？差不多，这么有礼貌，就是可能就是偶尔会讲一些脏话，为什么？就是镜头面前不能讲的，其他应该都差不多。哦，因为他后来组完男团之后，你是组完男团之后才去念书的吗？我念书算是你说去北京念书，对啊，算很晚哎、欸，那个是我
已经后面拍戏又拍了四五年之后去才去的。那你怎么敢放下一切去念书？对，我那时候还蛮有种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演到三立华八的男主角嘛。对啊，你不是继续冲吗？那时候演完之后，深刻的发现到，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然后我认为我需要去进修，那就直接毅然决然的就跑到了就北京，然后那还要考试，因为是装戏剧学院嘛。啊。然后就人生地不熟的，就自己去考试。他们就是考那个，一样要考，也要考肢体，然后也要考唱歌，然后也有演戏，对，然后还有朗诵。然后考完之后，朗诵，你说念台词吗？念台词，对。考完之后超级紧张，因为我没考上，我就等于要回来了。对，就只身前往，是不是？没有人陪你去。哦，有经纪人有陪我去，对，但是他就是我考上的话，我就去待着嘛，他就回来。可当时经纪人有说啊，你不要去哎，你可能刚刚演完男主角。没有，他们就看我自己选择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我需要进修了，我真的需要进修，我觉得我有蛮多不足的地方。然后什么 timing？ 你觉得你想要进修？我当时在演的时候，我就认为有一点无力。我觉得我其实我一直到现在啊，我都觉得怎么讲呢，你说表演起来很无力吗？没有，在那个时候当下，我一直觉得我，因为你知道要当一部电视剧或是偶像剧的男主角，你必须要很强壮，要撑得起来。那个撑得起来并不是说你的外表什么的，我就是你是要完全全面的顾及到，包括整个剧组，包括在荧幕前荧幕后都是要，我觉得我完全不够，然后连演技甚至很多东西也都没办法，所以我认为我需要去进修。对，天哪，还有上进心。可是后来你念了多久？其实我待了将近快一年，将近待了一年多了。对，从去到后来回来。那好，你这次回来你有觉得啊我充实了？但是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去完北京之后念完书，然后包括其实我有一段故事很有趣，我在北京有打工啊。对，就是后来结业之后我有打工，在那边也是遇到了很多不同的人这样子。回来之后在那段时间我的想法就改变很多，又改变了很多。真的假的？改变了什么？因为以前在我以前的时候就认为我一定要往前冲，我一定要上那个位置，我要演我就一定要演到男主角，对，我一定要当最好最红的，然后就看很多韩国的大红明星啊，就是我一定要成为他，我一定要超过他这样子。但后来去完上完课，然后见识到了很多事情回来之后，我想法反而改变了。我觉得我喜欢演戏，但我现在就是我不求我一定要演到什么角色，我只要把一个角色做好，然后我很开心的，我很认真的负责把它赋予他这个角色的生命就好了。所以现在演，我刚刚那一段话就是那种的金钟奖、金马奖演员会讲的，就是我只要把这个角色做好。没有，我现在真的是这样子，因为你知道我去那边，我真的看到好多好多人。包括我跟你讲，我打工我做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做一个，你知道密室逃脱吗？我知道。对，然后它是北京最大的一个密室逃脱，我在里面当，好像知道 NPC 演员。然后你知道那家公司有100多位员工，然后那100多位员工全部都是横店的演员，所以你看他们的竞争有多激烈。所以他们是说没戏接的时候会去那边？没有，他们就是他们就讲横店的演员叫横漂嘛，就是北京的叫北漂嘛，他们就横漂的很多演员，然后可能因为这个地方有底薪，所以虽然底薪非常低，但他们也选择来比较稳定，可能不会有什么没有戏接就没有钱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觉得，而且那些演员其实有一些都还蛮不错的，底子都还蛮好的。所以他们竞争都很激烈，然后包括在学校的时候啊，还有跟一些他们的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长辈老师啊，有时候会
沟通一些，就是听他们的一些建议，或是过来的经历什么的，就觉得其实没有，后来就想法慢慢的改变。那你有没有你自己没有曾经有忧郁的事情吗？最难过的时候，最难过的时候应该是发片那段时期，大概我26、27岁的时候。为什么发片还难过？因为第一个，我们那时候其实四个男生都还蛮穷的，然后我们其实那时候发片是完全没有赚到任何钱，你无法想象我们那时候。我知道，因为宣传期。对，然后你知道我们那一整年就是一个人，我们的年收入哦，就看似跑了很多活动什么的，对，我们的年收入大概是一个人不到50000吧，就是你的 月收入平均是5000左右。5000都不到，就4000左右一个月，月收入4000。哎、欸，我懂、欸。然后觉得，就觉得什么？忙什么不会，但会有点否定自己的感觉，因为我男生啊，也不知道你也是男生的。哎、欸，我懂，你这样看还好啦，我半男半女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好，就觉得自己已经26、27岁了，然后也没有存到什么钱，当初抱着一个自己的梦想在这边。你当时有26、27吗？我发片的时候已经26了。哎、欸，那你们团当时啊，迪恩是最年轻，迪恩那时候很小，迪恩21，小我5岁嘛，迪恩那时候21。那你跟杰宏你谁比较大？他大我3个月。哦，那差不多。对，哦。哇，因为我发现很多就是那种团体，真的都有一样的状况，就是处一处好像真的很少，非常少。所以当时解散，你们有算解散吗？我们没有，我们是。你后面还加了那个。我们没有解散，但是大家就去拍戏了。可是拍戏了之后，大家就比较好过。对，因为有另外一个有被分的收入嘛。有收入了，对。哇，好辛苦哦，大家可以生就可以生活了，后来就可以生活。现在可以生活吗？还好，去支持他，乖乖的朋友。我最近也弄了一个那个 YouTube 的频道，欸、就是在讲漫画，你就是在故意在 cue 我。没有啦，我不是就瞬间接过来这边啦、啊。对，不是因为他自己对于漫画是非常有研究的。对，但因为我没有什么在宣传，原因是因为我就是主要在推广漫画。对，但是如果是。有喜欢看漫画的朋友，你要推广，你就要宣传啦、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你的频道叫什么？哦，就叫孙清月啊，你就是打我孙清月就可以了，就有。好，我们这边帮你上那个大字，你们可以直接点进去好不好？谢谢他，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办法看盈利，所以有看这集一日饭局的朋友们，让他盈利可以开好不好？OK， 因为昨天呢有收集到很多网友想要问清月的问题。真的非常非常多，我原本设想大概50-60个而已 ，OK， 就大概来了100多个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网友到底问了什么问题呢？第一题就是非常多网友问了，大概一半以上的网友都是问这一题，请问你冷笑话是怎么来的？冷笑话怎么来是它的。创作过程还是它的由来是什么？好，我分开问好了。你当时来上狼人杀的时候，你什么 timing 你想说、啊，我来准备冷笑话好了。那个时候是这样，因为我第一次玩的时候，我记得是熊局啊、嗯，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因为我之前玩网杀啊、嗯，所以我本来这个人就比较不太会讲话。就是我没有什么效果的一个人，所以我就好好的聊，把我的表就标水标好。但我妈那时候看电视又觉得你怎么那么无聊啊？就你妈会看哦。对啊，就看看我好不容易上了一次节目，结果我排100狼人杀排超久哎，真的？我排了将近快半年，因为我们室友一直推荐你哦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有一直去讲，一开始我是请那时候我的代理人去讲，然后讲完之后，后来之前有一次朋友邀去，就雪芙邀请我们去09工作室玩，然后我也有那时候认识了他们嘛，然后就说哎、欸，还有09
凯西后来也认识了，说哎、欸、可以，就是我也想上这样子。没有，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也想上，我不敢说什么哎帮、欸、我推荐一下，没有，我就说我也很想上。但那时候怎样？怎么了？那时候零九说了一句让我很伤心的话，但他不是故意的，零九很可爱。然后我就跟零九讲说，哎、欸，就是我也很想上狼人杀，有机会的话我也想上。然后零九就这样，好啊，到时候有那个素人局，我也推荐你一下。啊、他不是明星，没有他，因为我没有，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演员，或者是什么？怎么这么好笑？对，我当时就觉得蛮可爱的，但我也没有马上拆穿他，我就嗯，好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但他后来看到你来，你有尴尬吗？完全没有啊，不会啊，不会，他也没有，他可能也忘了，他的个性不就很直，很直这样。林总没那个意思啦、啊。他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很爱他，你看我就来穿他的衣服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怎么没发现啊？当然当然，到现在，因为他没有给我再见了。哦，没有，我自己买的。你自己买的？我自己买的。你怎么那么支持大家啊？没有，我觉得。因为我喜欢穿衬衫、哦，然后這件蠻好看的、哦、然后我也喜欢猫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我那时候看到他穿这一件，我觉得，哎、欸，我想买一下。所以你妈看完之后就说，啊，那你要讲笑话，你妈给你的灵感吗？不是，我妈就是说要我活泼一点。那我想一想，后来讲说也对，好不容易上个节目，应该要让大家注意到自己，对对对。然后我那时候就讲了一个自己想的雪狼谷的笑话。然后讲完之后呢，因为我们不是一次都录两集嘛，对，然后那个制作就是工作人员就说，哎、欸，其实不错哎、欸，不然你以后来就是都讲那个人笑话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后来才变成这样的一个模式。哎、欸，但他不得不说他很厉害的是，他的笑话都不是网络找的，他笑话都是自己想的。可是有些就的确蛮烂的。应该蛮用，就是大家只想不到，因为有些人讲笑话，我们就啊、哦哦、就那样，就那个。然后我现在越来越多，蛮容易被零九猜到笑话是什么。你会不会觉得在想笑话过程蛮累的？其实已经快没了。对，我现在如果鱼百发通告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哇笑话，就是有点压力，就压力是在想笑话。那他今天发你四场，你就要想，我要想四个笑话，没有八个笑话。哦，对对对，四集是八个笑话嘛？对对。其实那个想笑话由来就是先在那个手机打什么了 a 嘛，然后就因为我都想狼关于狼的嘛，那可能有浪啊，有什么狼啊什么，然后会去找他们的成语啊什么，那个各种就一直去拼凑，然后去想。然后或是找看一下那节来宾有谁去找他们的歌，然后开始一直找一直找。等下，那你有没有曾经想笑话想很久？有啊，但是我不会一直想，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吃饭，那我吃饭的可能就半个小时四十分钟，我就一直在边吃边想笑话，就四十分钟做这件事情。然后或是说我睡前可能花半个小时再找一下，那今天可能就花了大概一个多小时。没有想到吗？隔天我再做，隔天再做，就是可能会有分好几天，就是可能有一天突然可能做捷运或什么时候，可能第四天，哎，突然有个灵感蹦出来了，好，就这个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每天都花一点时间。哎，但不得不说很成功，因为大家看到你就是啊，又要来笑啊，又来笑，就有一个固定的，我觉得很厉害。网友问说，请问你狼人杀最喜欢拿什么样子的角色？我最喜欢拿哦，我可以讲我不喜欢拿的。好，我不喜欢拿预言家，不喜欢拿女巫，大概就这样，其他都还蛮喜欢的。我不喜欢拿预言家跟女巫。你跟我想的一样哎、欸。真的吗？你也是吗？我也是不喜欢拿这两张牌。对，我也不喜欢拿这两张。因为第一个就是早死嘛，然后第二个就是，我觉得女巫算是我绳子压力最大的、欸。对，但我的理由是，我是个很喜欢打操作的人，但这两张牌比较难打操作。哦，对。对，这两张牌不太能够打什么样的操作，所以我会比较不喜欢拿这两张牌。啊、哦，那你自己私下是本来就很常玩狼人杀吗？哦，其实我会玩狼人杀是就是在那时候念书的时候，在北京念书，因为狼人杀他们那边很多人都玩狼人杀，然后我们下课的时候就会玩。12人的，大家排一个就把椅子围好，
然后就玩。那时候第一次玩，就在那边玩。我那时候还想，我自认为我的逻辑什么还算不错，我说玩玩看这样子。然后那时候发言就是我是个好人，然后就觉得对前面人说的什么不错，就是在有点在滑水，然后总结前面人的发言就一直被投出去，我就很生气，我非常生气，我就去做功课。那时候就看了他们那边很多什么狼人杀的节目，什么 Panda Kill 啊 Gala 啊，然后就学他们上面的人讲话这样子。然后几天之后他们就说你怎么进步那么快，这样就有兴趣了，开始玩网杀，然后还有自己的家族什么，所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接触网杀。自己的家族，你说公会那种？对对对对，我们有一个啦，像我们下个月我们家族还要办聚会，就是网杀的，好团结啊！办桌游店，办桌游店，对对。好，我要想问说，你最想要的狼队的组合人选是谁？就是你睁开眼会觉得是安心。那一定是跟我可能平常比较熟的谁？我们要名字出来。韦静吧，因为我每次都坐在旁边啊。对，为什么？好，没关系，你先回答完这题，我再补这题。好，你说韦狼队友第一个韦静，你还有一个零九会非常安心。三个，好，梦幻队友零九跟韦静。好，那有网友问到你刚刚讲的，为什么你那么常坐在韦静旁边？因为其实原本 很有趣的是，我也是偏向左脸的，就是我喜欢我的左脸，所以八九十那一块，左脸都是左脸面对摄影机，它比较不会照到右脸这边。对，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每次都坐那几个位置，后来韦静也说他是左脸棒。就很常会，就是那几个位置一直互换，就坐那几个位置，很无聊的理由啦。但我家人都超喜欢韦静，对我妈那时候就说，就我妈他们都超爱韦静，然后韦静吗？他们觉得他非常非常可爱，然后还说你要跟他当好朋友。有，我也很好笑啊，哎。你们家人都热爱韦静，就是热爱韦静。有还有小赖，没有，感觉就是没有我。我跟你的集数很少，对，我们很少一起上。我们一直在想说，每次有他就没有我，然后我很常跟他错开，就是我录完我要走了啊，现在好生气，因为我们至今好像只同场过一次而已，两次吗？两次四集，我都记得。我第一次去就跟你啊，你那时候熊讲笑话，狼王假跳巴斯亚。那个思雅是真熊，你怎么可以记得清楚啊？思雅是真熊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，还有另外一个是，你是狼王，楼是2074那一局，我都忘记了。好，下一题，好，有网友问说有没有最想挑战的角色类型，演戏的角色？其实这点很抽象，不会有什么设限。那你有没有梦想说我要演到什么？其实我以前我有个，但这个应该没有办法实现的，这是一个很蛮不切实际的幻想。我很想要拍动漫改编的真人版的电影或者是戏也可以。对，但这个很难的啦，改编的这个很难，比较难。这个真的比较难，这是我一个小小的梦想。那你会想要再挑战 BL 剧吗？好啊，完全没有，这完全没有问题，完全没问题。对，要跟你演吗？真的舌吻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啊，太棒了！为什么不行？你要怎么了，小赖？你有新的 BL 剧？我有我的 MV 要拍啊。我可以啊，可以哦。好，趁他还没签经纪公司之前，请问你选择择偶条件的类型，就是合不合得来？就这样，外貌个性，外貌有吗？外貌就是我自己喜欢顺眼舒服，对吧，就好了。但是我觉得比较明确的类型吗？没有，什么冷艳啊？我酷啊，我蛮喜欢头发比较偏短的女生，我觉得比较跟你一样短，可以吗？也行吧。
这样，我说现在这样子嘛，啊、有点太短，但有些女生也会留这样子。对啊，对啊，也 OK 哈，也 OK。你偏好短发的人？嗯，就是觉得头发。你说什么？恶心？恶心？个性？个性？个性？想被曲解的意思？没有说怎么恶心，比较有个性一点。也不是哎、欸，就是我觉得短发好像看起来比较清爽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嗯。那你有没有比较接近你演艺圈的类型？讲一个人名，我看看是不是。那我讲日本的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就是，比如说我觉得很清爽，像新垣结衣，就是短头发、哦、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但不是说我的标准一定要这么高啦，标准蛮高的。对对，不是这样啦，我是说哦、就是。啊就是短发的类型，短髮清新清新的這樣，然后清新类型、嗯，你喜欢清新的？我喜欢，对，浓妆的不行。你说外表的吗？外表，外表我比较喜欢清新的，清新的。然后它类型是不用结衣，不用画画，这样讲的好，我一定要，所以不要浓妆艳抹。如果他喜欢浓妆艳抹也可以。好，请说出你第一本看的漫画，跟你至今最爱的一本漫画。这个粉丝是应该有在看你频道。记得你第一本入坑的漫画是什么吗？你说入坑吗？还是小时候那个？小时候应该是哆啦 A 梦吧。你应该就是想说啊，漫画真的好好看。嗯。的第一本。哦。应该是金田一。金田一是国片的吧？嗯、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给保姆带嘛。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才上来跟我妈台北跟我妈一起住，然后我妈那时候非常喜欢看漫画，她都会租。你妈喜欢看漫画？我妈那时候我看漫画是被我妈带起来的，她那时候租了一大堆金田一来看，而金田一口味很重，你知道吗？她那里面杀人案件都是真的看到要尸体啊什么，一个小五的学生但是看我觉得哇真好看，从那时候开始就爱上看漫画，所以金田应该算是我入坑的第一部漫画。那至今最爱的就是猎人啊，你说我们熟知的那个猎人吗？奇亚那个？对，猎人。哇，嗯，那猎人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在重看，嗯，猎人完结篇了吗？还没对不对？没有，猎人就是停在库拉皮卡在船上嘛，就鬼面刚连载的时候，库拉皮卡在船上，鬼面完结的时候，库拉皮卡还在船上，没有下来过。他目前多少集了？我记得是390话吧，没有记错的话，漫画啦，我没有我动画是新旧动画有2版嘛，新版旧版我都有看，但漫画应该是390话，但猎人一定要看漫画，猎人不要看动画。真的假的？什么？因为富坚义博非常厉害，就是富坚义博的笔触跟画工，你看动画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灵魂，他一定要看漫画。笔触是什么感觉？说傅金博的分镜非常厉害，还有他漫画他的人物表现出来的张力，还有傅金博非常会画人物的表情，就是很多人物的微表情，你光看那个表情，你就大概知道那个人的心里在想什么。哦，对，但是那个动画都没办法表现出来。那这有帮助你在玩狼人杀名牌的技术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有人想问说，你以前念的科系是什么？科系哦，完全无关的。什么？冷冻空调。啊？嗯，你的表情。冷冻空调科系吗？对，修冷气啊，冷冻科，冷冻空调科。所以什么？我家冷气机坏了，你可以帮我修。完全不会，我后来都没念书。那你当初为什么想要读冷冻？公立的、啊，学费很便宜。那时候想说、哦、省钱。嗯。冷冻空调，但你是在大学实习就。我没有念大学，哎，你没念大学，所以你是高中。对，哦，你没念大学，我高中也没毕业。其实我学历只有国中毕业，我是高中毕业。大学就是进演艺圈，没有就先打工啊，然后就是做模特那段时间嘛，19岁左右。对，哦，那我懂你可以进修的原因。嗯，就觉得还想要多学一点东西。哦，对，有可能是这样子，有可能。Okay, 冷冻空调系。对，所以可冷冻空调，冷冻空调科。好 ，OK， 下一题。请问你还会再出写真集吗？暂时应该不太会，但如果有要出的话，可能会是不同风格的。一定，我觉得我认为写真集这种东西，它不是
可以一直平板出来，我觉得一定是到了人生有一段一些经历或什么，然后想要有一些事情，有一些话，或是对于我有想要完成一部作品给大家看才会出。哎，好奇你之前那一本是完全发自内心我想出的吗？还是公司说啊，你有身材去出一本？其实我也没有身材，那个时候也没有身材，我那部写真集是没有在露的，是完全没有露的，只有还有露，比如说有人买吗？比如说100页，大概只有3页有露到一点上半身的画面，一点吗？你都没有全脱的，就是上半身而已，但是就100页只有3页有，好不合格的写真集哦，为什么当时不脱多一点？因为当时走的那个整个写真书的氛围就是比较属于舒服，可能有一些文艺气息的那种感觉，不是我们不是就那本不是卖肉路线的。那你下一本会卖肉吗？如果你要再出下一本，如果我练得很好的话，当然可以啊。你现在练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一般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你腹肌明就很厉害。就还是有，对。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因为最后的彩蛋，我昨天已经跟大家 say 好了，我是说好，你露一下腹肌给我们看，这是我们的彩蛋。所以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收尾，我们俩在最后彩蛋。大家不是会这样一直点点点点点？对，反正我们就是要录彩蛋了。所以呢，在我们这个节目已经结束了，所以等一下在下面留言的话呢。你们就留言孙庆月的频道好不好？留言之后我们就会送庆月的2张拍立得，对，送2张拍立得送给你们。然后呢，等一下不要走开哦，彩蛋即将来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老公，哎，老婆，有吃饱吗？有，有吃很多肉哈。有，因为要长肉肉，因为我们晚上要运动哦。哦，好，那我来看一下你的肚子，我拉开了吗？拉开了。那好。有腹肌哎，等一下我对焦一下。可是这样09的衣服会不会有什么咸湿的形象？谁在乎他的衣服啊？哎，给大家看一下庆月的腹肌。会不会太久？